就一个桌，是后面早餐都还没做完，然后就外面午餐就开始在点。走啊，没有人说有辣味题要问朋友，我觉得真的好笑，我看到这个模仿一种白痴。蔬菜就真的很新鲜，因为这真的是自己洗，这东西是真的新鲜，可是干净。刚才那段好像，发言头发那个像火了，掉掉掉。啊！打到地上，他们好笑。等一下，你是悬着啊？不会喊吗？在厕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不想用爬子爬，不是爬子爬。天哪！反正走尿尿很累，走廊那边跌倒了。哈哈哈！说摄影，对啊，就是当助手。好笑，好笑，好笑。就是这太累了，然后绑绳。我想要刚刚晃一下，看谁受得了。他躲在柱子那边吧。躲啊，他晃一下他啊！学摄影在帮你，他都跑。摄影的技术。想要躲还是想要大哥偷裤子？靠背啊！靠口对外。我去拍一些片。喇叭。